也以实力著称，所以他是大众学习的典范，也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代言人。各位亲爱的全球听众读者们，大家早！学习轩新栏目题月点灯画创意，划破千江游水千江月的迷惑，创意璀璨与睿智。今天的投稿主题：名师对比名师，生命导师。投稿人吴尚明珠，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资讯研究所硕士，前台湾宏基电脑高管，长期招募自营企业的处长。名师难遇金枝玉，人生信也。当知习福习缘，莫使善缘空流过，人生浑浑噩噩，再回头已是百年生。之简述名师与名师的对照，共享读者哲师之借鉴。第一，名师与名师最大的差异如下。一，名师者在现象界力求出名，影响普罗大众，因为名气在感召更多的追随者，于是名上加名，重视交际筹措，旷日费时于名气的汲汲营营，无暇内省。第二，名师者亲民之师，借由修行境界，在二六师中的行住坐卧四威仪，亲民如实彰显般若根本智，并以此生命实践功夫化育众生。上述前者远离《中庸》一书所言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意指在显隐二元对立时间与空间的独处之中，用心检视自心之调伏与否，不随宇宙万象的名气筹作等风花雪月而起舞，因而不受其束缚。第二大点，不二中道，生命实践。圣玄师父出家已降，举凡二十余年，始终维持一无所有，但却又样样都有，将众生的供养金悉数以苦难众生之名义转乐捐，助其由负能量200能量阶位以下漩涡解脱出来，乐捐总额业已超过新台币2000万，折合人民币400万。中观师父大能大力，源于进行受，以生命实践超越二元对立，和谐统一对立面的不二中道之举例说明如下。一，一无所有，样样都有。圣经哥林多后书六至十节教导，是夫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师父如何超越一无所有与样样都有二元对立，主要源于人人本具般若根本智的彰显。师父传授诸多方法，帮助苦难众生走出苦难与贫病死衰诸烦恼束缚。除了药师经咒的功德利益如下，求长寿指健康而言得长寿，求官位指事业工作而言得官位，三，求富饶得财源富饶，无所匮乏，四，求男女指婚配及生男育女而言得男女，第五，解脱官司，解脱小人纠缠与牢狱之灾。第六，家属之惧，和府利乐吉昌，随心满愿。圆满药师经十二大愿，其背后的重要利基是生花思维，超越二元对立，
超越病苦康复，失业与得意，贫与富，生儿育女，小人贵人等二元对立的直取与束缚。可见圣玄师父以文殊卓越智慧洞察有相培福经典的甚深意涵，并以此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在世间生活饱足之后，得以生花施威，进入无相修慧的境界。这就是师父一无所有，却能升华为样样多有的秘籍。第二，生死一如圆满彰显圣玄师父的清明不二中道智慧，尤其玉女的墓志铭如下，足以窥豹一斑。当我走时，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，并且确定已经为世人给出我所有的一切。师父对生死甘之如饴的圆满呈现，得力于将众生刻在手掌心的大爱，为法忘躯的今生，始终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思维与行住坐卧之中。始于2021年新冠疫情来临，师父教学依旧不断，全然不受全球疫情肆虐的影响。这种超越病不病染净彻底落实践行不二中道的行仪，成就生死一如的圆满彰显。第三，跨领域重磅对话，这是圣玄师父展现生命度再一次睿智出击。师父在课堂上的纵贯古今，横跨中西，旁征博引，无所不包，挥洒全宇宙的大气磅礴气势，每一堂课都能在幽默风趣之中炸开传统包袱的束缚，叩响生命存在意义的醒思红钟。综而观之，圣玄师父学富五车，却又谦卑柔软，恭敬弟子与学生，不耻下问，不受宇宙万象任何杂染所束缚，内在彻底觉醒，外则例行老二哲学，是为外现声闻身，内密菩萨行，也是余生的生命导师。中论不揣薄笔，抛砖引玉，余生是坊间所谓的老修行，共高我慢，不可一世。2021年4月27号，经有人推荐报名参加与圣玄有约微型讲座，以力解套人生困境。有人告知师父的教学与讲座必然是博士班层级的互动方式，建议稍作准备。于是余生从云端下载教学课件，大家复习。没想到2.5小时的讲座，12考题，余生抱回大鸭蛋，当场痛哭流涕，发愿生生世世紧跟师父的清明智慧，终至圆正菩提。余生不揣薄笔，事出卓文。希望更多的行者学会超越传统学佛的框架与束缚，直击华严经所云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的唐奥，敬诵妙吉祥如意，余生无上明珠顶礼。最后圣玄献上至诚感恩与祝福，恭祝国泰民安，战役圆满，并诵合府千祥云际，万福并增。周一早上7点，不见不散哟。